尊敬的妙树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墨学仁山，很高兴再次来到济理寺安养堂，共同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同时看到很多同学为了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都跑了很远的路，也能看得出大众闻法的真诚。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有两位上首大弟子特别优秀，一位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另外一位就是神足第一的目连尊者。这两位尊者，佛陀在讲席中常常赞叹他们的成就。有些同学就不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两个成就那么快，那么殊胜。佛就说了，他们两个人过去生中为了求听闻到正法的机缘，往往不远千里，哪怕是走路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所以现在正果成就了，所感得的果报就是神足自在，智慧超人。这让我想到很多闻法的同修确确实实有这样的精神，为了听一座法常常跑很远的路。一般人不理解，他会想，你们到底为了什么跑这么远，就听一个和尚在那边讲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之后，就知道这样做值得，将来大家成就之后啊，也很有可能个个都是神足自在，智慧超人，有这样殊胜的因果关系。这是我们学习佛法时时处处都从因缘果报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选择的内容是《无量寿经》的一品经文《往生正因》第25。这一品经文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对于学佛、念佛的同修来讲非常重要。往生正因啊，这四个字就明白告诉我们，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应该在现前怎样去培植正因，纯正的因性。有人说了，这还需要特别去上课吗？往生不就是念阿弥陀佛吗？阿弥陀佛我们都会念了，甚至很多老人家没有文化的也常常讲阿弥陀佛，我们都会念了，不需要听了。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念阿弥陀佛就是往生啊。往生是怎么一回事啊？往生就是死啊，这是很多人的理解。死了到哪里去了呢？死了就成佛了。很多人理解成佛就是死了，往生是一回事。所以
我们需要学习往生这一桩事情，才能真正在我们现前生活中落实在行为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会了解到，所谓往生不是一般人所误会的那样，就是死了，人死了就叫往生，那要这样的话大家都不用念佛了，将来肯定往生，个个都会往生。往生是要学习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一品经文，对念佛的同修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不念佛甚至不学佛的朋友，通过对这一品经文的学习，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启发。这是我们选择这一品经文来共同学习的用意。经文同修们好像都有拿到啊，我先把前面这一段经文简单念一遍，这一堂课我们就学这一段经文。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禁戒，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大家拿到的打印出来的经文中好像有几个错别字，大家留心看就好。这一段经文是对应前面三辈往生所说的上辈因果。整品经文分为四个段落，跟前面的三辈往生对应参考。前面三辈往生的经文主要是讲上中下三辈和一心三辈，重点是把往生的因果为我们归类说清楚，而在具体的因行上只是说了一个原则，并不是很细致，所以才有往生正因这一品经文来补充说明。应该说这一品经文在因行上讲得更具体，也就是说念佛人要想求得哪一个品位往生，三辈当中的哪一辈，可以对照这一品经文具体去记功累德。前面一段则是对应上辈往生，接下来是以此类推，第二段呢就是中辈，第三段是下辈，最后一段是总结说明修学大乘发菩提心的其他法门的行者，回向发愿求生净土，通通都可以往生。后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具体，要想求得上辈往生的念佛人应该要特别留心。复次阿难，复次就是这又是一个段落，前面讲到往生的
品位，观经讲品位，本经讲辈分，意思是一样的。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了，接下来叫着阿难的名字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听，接下来讲的会更细致。阿难尊者是这一次无量寿法会上上首的代表，前半部阿难尊者当机，就是他代表所有的听众来接受佛陀的教诲。叫着名字呢，就是提醒听众，包括我们在内，我们看到经上这一类的经文，下面就要特别注意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是假设，假如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按照下面所讲的去学习，一定会得往生上辈的果报。那么这里我们要一句一句的来分析。先说善男子、善女人，诸位善男子、善女人，经上常常这样讲，是不是叫我们呢？我们现在算不算善男子、善女人呢？有人说，我们感觉都很善良了，我们学佛也很久了，怎么能说不算呢？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它是有标准的。如果大家读经的时候留心，会发现有些时候佛讲善男子、善女人，有时候啊，这个善字就拿掉了，直接讲男子、女人。那么讲男子、女人的时候，我们是肯定有分，全都包括了，但是加上一个善，这就不一定了。本经所讲的善，它有个标准。过去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在注解弥陀经的时候，都提供了一些注解。对于念佛人来讲，这个善不是别的意思，就是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在这一部无量寿经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样的男子女人可以称为善。那是不是专指我们人道的众生呢？不是的，人类包括在里面，乃至六道里面其他道的众生，只要听闻到这个法门，像后面所讲的那样发心修学，通通都叫善男子、善女人。所以这个善呢，是以本经修学为标准的。那现在我们不妨做一个对照，如果我们已经善了呢，希望更善；还不是很善呢，马上就要变得善一些，让我们善的成分增长。从理论上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既有佛性都应当成佛。所以从广义来看，这个善呢，包括一切众生。但是一切众生如果没有因缘遇到佛法，这一种善良的本性，或者我们直截了当的说，本有的佛性很难开显，没有缘嘛，没有因缘，佛性很难开显。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缘，缘非常重要。先从缘开始讲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这就是缘。这个缘太重要了。我们今天遇到佛法，这真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百千万劫都不足以形容啊，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武则天读华严经他自己的感受。
而我们今天学习净土念佛法门，无量寿经就明确告诉我们，若非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培植深厚的福慧之粮，这一部经的名字听都听不到。这个深厚以什么为标准呢？经上有说，已成供养无量诸佛，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蒙诸佛如来的加持，才有这个机缘听到净土法门。所以经上说，难中之难，无过之难，太不容易了。我们常常在佛经上看到佛这样勉励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得人生之后又能闻佛法，这个因缘更为稀有。有人说了，不难啊，我们什么时候想听经随手都可以得到碟片，现在网络弘法又很方便，甚至很多人长时间在学法的环境中都有些麻木了，感觉不仅不难啊，反而容易的太过分了。那对我们现在闻法方便的同修来讲，确实有这样的便利。但是就在我们目前的世界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缘。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的佛教徒啊，就是我们讲学佛人嘛，不说真的假的，笼统算在一起还不到4亿人。这个比例啊，在我们想象落差太大了。其他宗教，像大的宗教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天主教，他们都有10亿以上的信徒。我们学佛人呢，还不到4亿。而这4亿当中，很多时候把哪些人都算进去呢？把那些信神的人也算到信佛里面了。因为很多人认为佛跟神差不了多少，所以在统计的时候就去问，你们信什么啊？他们都说我信佛。其实他们信的是神，他们信的那个佛也是神。在这个里面，真正遇到正法，能够天天听经闻法、如法修行的，恐怕1/10都不到。别的就不说了，就说我们这个地方，玉环这一带，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左邻右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遇到正法、遇到净土法门，天天有机会学习，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少之又少，不容易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得人身闻佛法这个机会都非常稀有，那么既然遇到了，我们应当珍惜。如果遇不到这个缘，那么我们这一生真的很有可能就空过了。所以这个闻字显示出缘的重要。这个闻不仅仅是听闻的意思，闻是代表六根接触都叫闻，眼见也叫闻。我们用种种途径遇到这一部经，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只要有缘接触到，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都叫闻。但是特别用一个闻字来代表，说明什么呢？说明闻法的重要性。所以用闻此经典，此经典专指无量寿经。广义来讲，整个净土法门都包括在内，弥陀经、观无量圣佛经也是属于闻经的范围。
佛在经上确确实实是再三这样勉励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不容易。弥陀经上这样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可以用在这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闻此经典。那么现在社会上很多大众对佛法产生很严重的误会，认为佛法跟迷信没什么两样。一提到佛教，很多人立刻就想到，哦，这是迷信。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闻法的机缘很少。大众没有正当的途径去了解纯正的佛法，于是就慢慢的产生误会，人云亦云，导致社会大众对佛法误会越来越深。所以我们自己闻法之后也有责任有义务，让闻法的因缘更加殊胜，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闻佛法，这也是我们学佛人的本分和义务。这是说到这个缘的殊胜，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果不是听闻到正法，没有这个缘，我们今天可能跟一般人差不多，对佛法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误会。所以这个缘很重要，对于提供因缘的这一些菩萨，我们应当深深感恩之心。闻经之后接下来的行持是重点，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这里面呢讲了几桩事情，我们一一的来学习。闻经之后要受持，就是我们学佛啊，学习了之后要在生活中去落实。受持这两个字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每一部经要圆满了，我们通常都会看到这样的经文，佛再三勉励弟子勉励听众，说要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流通啊。受持什么意思呢？受是接受，听了之后我要接受，接受里面就包括我要深信不疑。持是维持保持持续下去，让我们听闻到的佛法在生活中落地生根，永远不会失去。就是我听了这一部经，听了这一堂课，回去之后要在生活中去落实，不是说听了之后就算了，就像学校上课听了之后要做作业的，今天听了一堂课明天就要有成绩拿出来。大家不用怕，明天我们不会考试，但是我们自己学了之后还是要在生活中多多少少去落实一些。有些同学会想啊，我记不住怎么办呢？记不住没关系，记不住就反复的听，多听几遍总能记住几句，只要有个三句两句甚至是一句能够记住，牢牢抓住这一句不放松，在生活中去落实，那就有很大受用。往往我们看到有很多修行人，他不一定记很多，就是一句两句，但是他真的去做，最终有很大的成就。所以受持是学法的态度，受持呢就是我们学习的佛法不是一句空话，在生活中真正把它落实在方方面面。说到这个地方，我们顺便说一下学佛跟我们生活的关系。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学佛的同修，谈一些家里面烦恼的问题，还遇到一些呢，家里面有学佛人自己不学佛，看到学佛人身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这样的现象，就是他家里面有人学佛，他不怎么学佛，可是看到学佛人这样的做法，他不理解，产生一些烦恼，也来向法师诉苦，说这个师父啊，你们到底学佛学的是什么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教的？说我看到我们家那位不学佛还好，结果越学家庭越不安宁，到最后学的鸡犬不宁，不知道你们在学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佛法学习应该从生活中学习，佛法不离生活，说不离生活已经远了，佛法原本就是生活，在生活中觉悟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佛法，我们都在积功累德。譬如说太太学佛了，学了佛之后应当把佛法带到家里去，要做出一个好样子，让先生对佛法产生好感，不能看到自己学了佛之后怎么做呢？天天跑道场，跑道场没错哈，但是要知道怎么跑，要跑得让家人欢喜才好，不要你这边跑他那边障碍，你这边念佛回到家就吵架，这样就会产生矛盾。要让先生感觉到学了佛之后回到家给他带来的不是烦恼，不是矛盾，而是和谐，是欢喜。那怎么做呢？很简单的，观世音菩萨怎么做的我们就回家怎么做，而不能够怎样呢？自己学了佛感觉到佛法很好，念佛不错，吃素也不错，出家更好，于是回到家就把家里面大菩萨小菩萨全部召集的来，给他们下命令，从今天开始4点钟起床跟我一起念佛做功课，从今天开始我们家里面要吃常素，过几天啊你们最好考虑考虑去出家。我们真遇到这样的同修啊，这样发心很勇猛，但是会让家人产生很大误会，还没等到他把这几个众生渡过来，恐怕这几个人早跑掉了，把人渡跑了，吓坏了。那我们学了佛法应该怎样在生活中跟家人相处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换一个角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能理解佛在经上讲的教诲是宝贵的，我们知道珍惜，知道依教奉行，但是在我们没学佛之前，别人要跟我们讲这些，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学佛，学得这么虔诚，这么认真了，好，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明天来做好准备，不用回家了，干什么呢？到山上剃度。哎，我觉得出家太好了，大家感觉如何呢？要不要考虑考虑呢？多少要考虑一下，你看大家都不讲话嘛，回家恐怕想想明天不要来了，明天来了下不了山了，那可麻烦了。大家可能就会想，哎呀，我现在学佛是不错，但是啊，可能这个因缘还未到，等一等吧。如果从出家师父的角度看，出家太好了嘛，干嘛要那么多犹豫呢？如果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佛当年在世说法的时候，把每一个在家学佛的信众通通都勉强这样去教化过来，很多大众啊再也不敢听法了，早就吓跑。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我们学佛了，我们理解佛所说的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但是那个没学佛的人
他还不能理解。因此我们不要把他吓跑，而应该把他引导过来，一步一步来。那怎么引导呢？这就要靠我们学佛人自己用善巧方便，在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给他做出好样子。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太太学了佛，如果把经上讲的观世音菩萨的精神用到家里去，让先生感觉到，哎，这个太太变了，以前老是跟我发脾气，最近好久没发脾气了，奇怪啊，打听一下他到哪里去学的不发脾气了，以前常常管这个管那个，现在也不怎么管我了，他还有点不大自在，他也要留心观察一下。以前动不动就会计较，这个一般人讲啊，小肚鸡肠，对很多事情计较的，哎，现在也不再那么计较了，先生就感觉自己空间大很多。不仅如此，而且对先生更加体贴。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精神我们要会学会用。怎么用啊？太太学了之后用在先生身上就是更加温柔更加体贴，儿女学了之后就是对父母更加孝顺更加关心。我们要活学活用啊，不是说我们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怎么学啊，每个人拿个羊脂净瓶在那边天天撒一撒，遇到人喷几滴水，这个就叫观世音菩萨，这样子学那我们就学颠倒了。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我们要善于领会，要让人感觉到，哎，观世音菩萨就在我身边，我不认识观世音菩萨长什么样，但是我能感受到这就是我需要的。所以太太学了佛应该把这一种慈悲柔和的精神用在家里面，让先生感觉这样的佛法有用，让他深深感受到菩萨的慈悲没有离开生活，不知不觉他慢慢就会对佛法产生兴趣。你也不要天天劝他必须要听经必须要念佛必须要吃素甚至必须要出家，不要这样天天跟他讲，只需要做出一个样子，偶尔在因缘适合的时候给他说几句，他会接受，慢慢会理解。所以这些地方我们要懂得去协调。我们学佛呢，首先从身边做起，在家学佛头一个家庭要和睦。有些同修呢感觉很为难，说不是我不要和，说他在那边天天障碍我，那该怎么办？如果自己真的像刚才说的那样已经尽力了，那么就回避一下，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因缘。通常情况下人呢都是会受感动的，我们用真诚心与对方相处，对方久而久之也一定会受感化。前几天就遇到这样一对夫妇，太太学佛也学了很久，自己也感觉学得挺不错了，可是先生啊一肚子委屈，一时找不到机会去倾诉暴露出来。别人劝他学佛劝他皈依总是找借口不要，其实呢他是有些想法，这样子学佛学到这个样子，太太学佛感觉很好，让先生这么委屈，这个样子对他不公平。如果要是这样学佛，最后经过我们去疏通，太太也慢慢的认识到自己这一边确确实实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妥当，太太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先生，先生可能在某些方面他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所以就会产生矛盾。因为学佛的缘故而产生矛盾，这不是我们学佛的本意。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来分析，佛法就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尤其是在家学佛，一定要把家庭团结好，对上孝养父母，对下开导儿女，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不要学了佛天天吵架，为了吃素不吃素的问题大打出手，这就有些不值了。那你说最终他也不吃怎么办呢？不吃很简单了，你吃素吗？你就安心的吃。他吃肉呢，你吃完了素之后替他念念佛，给他超度一下就行了。这样两个人没有矛盾，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业报谁也不能代替。你真正为他好，那么就替他忏悔，替他回想一下。他如果不愿意这样做，谁都勉强不了，所以不要结恶缘就好。当然如果能够配合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这个缘还没有成熟，不要勉强，还是要维持好家庭这一种眷属的关系，至少让社会大众看到学佛人家庭都很和睦，这样一来佛法的形象在社会上就会越来越好，这是从我们学佛人身上慢慢树立起来的。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学佛把家庭关系处好这是一方面，走向社会自己有了工作，学佛人工作要认真，要尽忠职守。有人说不是要看破放下吗？以前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提一个例子，所以有一位同修听经啊，听到看破放下，他开悟了。怎么开悟了呢？回家之后先跟先生说，我看破你了，我也放下。放下什么？明天开始自己做饭，我不再做饭了，我放下了。到公司里面跟老板辞职，我看破工作了，我放下这个事情，我不再做了。把儿子叫过来也跟他讲，孩子啊，从今而后你好自为之，把你也看破放下了。他认为啊，这样真的算听明白讲经的意思了。放下不到一个月，一大堆的烦恼全都跑来了，这个我们可想而知啊。最后写信去问老和尚，老和尚专门对他这个问题做了一堂开示，纠正大家文法的一些误会。这个看破放下是看破我们内心的一种烦恼，放下那一种坚固的执着，而不是啊把外面的人看破，把事情放下。像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这位同修他恰好看破了不该看破的，放下了不该放下的，提起了不该提起的。哪些不该提起？烦恼执着不应该提起，已经很严重了，可是他提起的更多。所以我们学佛同修在这个地方要善于理解，不能误会。我们看破什么呢？看破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好的坏的不要计较，我们要放下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执着，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看破放下。而外面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回避这些因缘。有人说我可以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啊，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啊。现在哪个地方没有人啊？没人的地方你去一躲又有人了，不是？纵然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自己躲在那里去静修，如果心态不能调整好，也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是真的。不信大家可以做个试验，把门关起来七天不要见人，看看七天出来之后有什么效果。七天不行就七年，以前夏莲居老居士曾经说过，所以有一个人假如三年不讲话会开悟，大家要不要试验一下？三年不要讲话会开悟。
三年没有开悟，就再加两年，五年。五年不行呢，顶多七年、九年一定会开悟。有人就说了，哑巴一辈子都没讲话，为什么没开悟？我们要明了这里面的用意，那个不讲话就是让自己的心定下来，就像大家进进佛堂，每个人挂个牌子，止语或者禁语，这个牌子不是挂给别人看的，挂给自己看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在涅佛堂里面看到这样的现象，牌子挂在身上止语，不讲话，绝对不讲话，有事情呢拉到一边，在那边比，然后写的比讲的还要多，这样就失去了止语的意义了。那个止的不是语，止的是心。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领会到这一些开示的精神，三年不讲话是说心能够安下来，不想讲，心静如水，静若止水啊。如果心里面一大堆的话想讲，又不好意思讲，可能会憋出毛病。就像刚才举的例子，真的是这样，不讲然后写。我遇到一个同修，有话不讲干什么呢？写，整夜整夜的写，写半天然后写出来一个问题。其实讲话的话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但是因为不想讲，怕别人说他讲话，所以不讲就写，拼命写。这就是没有领会到这一种开始的精神。看破放下，就是讲我们在生活中要用一种洒脱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人，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而不是啊把我们生活当中的责任和本分放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正确理解，用六祖慧能大师的话来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囚徒脚，佛法就在生活中。那有人说了，这是禅宗主持的开始。好，我们再来看看净土历代大德的开始。清朝有一位沈善登大居士，他有一部著作叫《报恩论》，里面写过这样几句话，说净土之妙，就是净土法门的微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正佛法。这一段话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也是我们净土法门修学的根本宗旨，也是末法一万年，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后9000年这么长远的时代，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成为普度众生的主要法门，真正的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但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忙了，现在社会上的人每个人都很忙，工作很忙，事情很忙，往后会越来越忙。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你说让人单独抽时间来好好的学一部经，好好的去进修，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法门没有办法再把这些大经大论弘扬出来，时代不一样。而净土法门的优势呢，就是不需要离开佛法照样过生活，不离佛法而行事法，各行各业不需要改变自己本职的工作，可以把这个法门的宗旨用进去。怎么用进去？譬如说做工的可以天天做工，做工的同时这一句阿弥陀佛随时可以念，随时可以提得起来，然后用一种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来从事这一份工作。我不仅仅在是为了赚钱，我要把工作当作是一份责任，当作是兴趣，当作是我这一生为社会贡献的一个机会，
钱还是照赚，但是心态不一样。这样一转过来，这个工作就是菩萨道，就是菩萨事业。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提起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不间断，各行各业都可以以此类推。这是净土法门的优势，不费事法而证佛法，不费呢就是不需要放弃世间各种工作，照样可以在这个法门中有所成就。所以我们才看到啊，过去的大德把净土法门推广到民间那一种深远的影响，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就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佛就在自己身边，菩萨从来没有离开自己，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学习净土法门首先从生活的层面开始讲起。受持就是把我们学的佛法跟生活融而为一，佛法就是生活，念佛不离生活，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离开佛法的修学。这个受持真正就落到实处了。除此以外呢，我们就会想到啊，难道没有一个特殊的受持方法吗？有，下面讲到具体的受持方法。读诵，一般人看到读诵就认为这就是我们受持的全部内容，就是我怎样受持无量寿经呢？无量寿经每天念一遍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受持了。其实念一遍只能是读，读一遍而已，读一遍不能叫受持。就好比啊，我们看这个教科书，看现在很多这个电器的说明书一样，说明书我们是看，但是会不会操作那还要考验一下才知道，要在这一部机器上好好的运作一下才知道。经典就是修行的说明书。我们讲修行，很多人认为修行是什么概念呢？修行就是敲着木鱼嘟嘟嘟念经，再不然就是烧香磕头读经，我们现在也这么认为，认为这就是修行。我以前看到这样一则公案，有一个修行人啊，他每一天绕塔经行很精进。绕塔在佛门中也是修行方式的一种，他绕得很认真。这一天呢，来了一位大德路过这里，看到他在这边认真的绕塔经行，就很赞叹，说你很认真，绕塔功德不可思议，但是还不如修行好。他就奇怪了，我这不是修行吗？他很认真的反省了一下，就想可能啊，绕塔功德还不够大，修行还不够殊胜，于是就改为怎样呢？磕大头，天天在那边磕大头礼拜。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是遇到这位大德，这位大德又说了，你这样礼拜也很精进，但是还不如修行来的殊胜。他又奇怪了，难道这也不算修行吗？再改变一下方式，像此地说的读诵很认真。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再是遇到这个老修行，老修行又告诉他，还是这样，你很难得，还是不如修行来的殊胜。他有些想不通了，他说，哎呀，师父啊，你告诉我到底修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位大德跟他讲，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修行的一种形式。这让我们想到禅宗很有名的公案，摩瓦成净，类似刚才所说的这一则公案，就是我们认为的礼拜、绕塔、读诵，这就是修行的全部内涵了。其实用修行的真正定义来衡量一下，
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行，只能说这是一种修行的形式，或者说这是在准备修行。那什么才叫修行呢？老和尚讲的就很通俗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这样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前面的种种形式如果不能够起到修正我们错误行为的效果，那不能叫修行，只能说种点善根，或者说积点功德，其实功德都谈不上。有人说了，这样做就已经能把行为修正过来了，怎么能不算修行呢？不一定啊。就像有一个老先生，每天念佛念得很认真，然后定课，在家里面定时定量，从来不会间断。这一天呢，正在念佛的时候，小孙子跑过来，怎么回事呢？家里来电话了，没人接，小孙子接了电话呢，找爷爷的，他就跑过来，爷爷在念佛堂念佛啊，他就远远跑过来喊爷爷，爷爷有电话找，爷爷就很生气，把孙子大骂一顿，说没看到吗，我正在念佛。小孙子听到吓得要死，赶紧跑回去把电话挂掉。老先生后来想一想，自己也挺不好意思，自己念佛为的是什么，怎么可以因为这一点小事情影响自己念佛，就发这么大脾气，这不是念佛的样子。念佛是一种修行方式，但是如果越念脾气越大，这不能叫究竟了。有人说念佛会脾气越来越大吗？大家留心的话会发现真有这样的情况，越念脾气越大，越念越自以为是，读经读得越多，傲慢心越增长，会有这样情况。如果是这样去用功，那真的不能叫修行。所以我们先要说清楚修行的概念是什么。修行就是修正我们在生活中身语意三业种种错误的行为。先从语业开始，就是先从说话开始。善护口业，不及他过。然后身业，善护身业，不失律仪；意业，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无量寿经为我们讲的修行的总原则。而读经呢，读经是准备修行，这是修行的说明书。所以受持后面就一连串的修行内容为我们讲出来，从读诵开始，这是要准备修行了。修行嘛，当然我们先要把标准记住，标准在哪里呀？就在经典中。所以经典不熟的话，修行就谈不上了。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学起，我们要天天上课，天天读经。古人说，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三天啊，时间不长，三天不接受圣贤教诲，走出去让别人看到，就觉得哎，这个人很讨厌，没有气质，烦恼习气就流露出来了。这是古人，我们现代人，老和尚讲啊，说不用三天了，三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如果离开佛法三个小时，就是把佛法忘在一边，三个小时我们就恢复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不是禅宗的本来面目，是说我们没学佛前的本来面目。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烦恼习气全部都有表现出来。所以学习不能间断，天天要听闻。平常一个人呢，在家里如果有空闲，经典是要多读诵。时间不多呢，哪怕少读一点没关系。
主修的经典最好怎样能够背诵，所以读后面是诵，诵就是离开经本自己能背得上来。我们遇到很多念佛的老菩萨真的很难得，不认识字，但是整部无量寿经会背，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他怎么会背的？他就是在那边听别人念一句他就记一句，一年下来无量寿经会背了。很多年轻人看到都很惭愧，为什么呢？我们字都认识，可是离开经本一句也记不上来。有人说了是记忆力不好，我觉得大家很谦虚，大家记忆力应该都差不多。你说那为什么记不住呢？因为我们把记忆力用在了别地方，别的地方。用在哪些地方呢？用在记是非上，记恩怨上。不信大家可以反省一下，别人骂我们一句我们能记一辈子，是不是？有没有特别用心去记？没有。尤其是那个伤心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在耳边，这个时候记忆力怎么会这么好？过耳不忘只需要一遍，别人骂我们，尤其是那个恶狠狠的言语，我们一听一辈子不会忘，甚至到临死的时候，很多人临终啊都还想到某某人，咬牙切齿，他说这个若干年前他曾经骂过我，现在想想还感觉到我还没报复。你说这个记忆力哪来的？不是本有的吗？还有听到别人说是非，我们这个耳一竖起来比那个无线电还要灵，马上全收进来，而且存进去永远不会丢掉。我们电脑有时候还出个故障，这个硬碟里面存的东西还会消失，但是这个是非存到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好像随时能掉起来，念着佛念着佛这是非就跑出来。你说怎么会这么奇怪呢？这个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个个真的是天才的记忆力，两遍都不用，一遍就搞定了，怎么能说记忆力不好呢？所以很多人说记忆力不好，我感觉都很谦虚，这是我们把记忆力用错地方了。我们也遇到一些朋友电话号码听一次不会忘记，我都很佩服这一种记忆力。我到现在我只能记住少数几个，三个都不到，三个以上我都记不住，电话号码记不住，我没这个天赋。然后还有密码我也很奇怪，密码记不住，四个都记不住，所以我就想不要设密码最好，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很多同学就问法师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好，我就想告诉他，我说你比我好多了，每个人记忆力都差不多，只是我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有人用在记钱多少这一块啊，钱多少什么时候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分一毛都不会差。有人呢就专门记是非，某人说过什么是非，这个是非在哪个道场，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那个居士在哪里啊，这个年龄多大了，长什么样，一清二楚。然后记无量寿经呢记不住，三遍五遍也记不住，十遍八遍一辈子也记不住，还真奇怪了。这个不能说是天赋的问题，只能说是用心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学佛了应当善用其心。文殊菩萨在华严经教导华严会上的诸大菩萨，就是学在生活中善用其心。善用其心，我们换句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要学着往正面去用心，不要往负面去用心，尽量的多记一些正面的，慢慢会发现我们的记忆力真的会纯正起来。只要是正法善法一入耳根也会慢慢不忘记了。在生活中多观察正面的人正面的事情，那些负面的呢慢慢
这样一来呀，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烦恼减少了，信心增长了，在佛法中啊也会找到一种感觉，什么叫法喜充满。现在我们不说一般人啊，学佛的老同修啊，没几个法喜充满，反而是怎样啊，烦恼充满，而且学的越老烦恼越多，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学的越老，看到是非越多，记得是非越多，看到这个也不如法，那个也不顺眼，最后把这些全放到心里，佛没有念进去，是非倒撞进去不少，这样走下来自己岂不是很烦恼吗？当然也有一些善用心的修行人，在这个里面他懂得观察善法，思维善法，常念善法，在生活中看人看正面。从理论上讲，我们都不是圣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只能说啊，是多少有些缺点优点，相比之下优点多那就是好人，缺点多呢一般人就认为啊这个是坏人，业障深重。我们呢要学着在生活中多看人的优点，多记别人的长处，心里面留下好印象。尤其是自己身边的人，要学着看身边人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方法很管用。如果不这样看，自己会气死。不信大家可以留心观察身边这几个人，不管在家出家，你要单看缺点，用不了几天，自己啊真的心脏病都会气出来。你怎么看这个人怎么这个样，说了两遍了，五遍了，十遍了，怎么还不改？最后他不改，你自己改掉。所以要学着在生活中从身边做起，善用心。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些长处，多留心看，鼓励他的长处，然后缺点慢慢的就会减少。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好受一些，跟人相处关系也会非常和睦。然后在社会上经常讲，这是个五浊恶世，所以大家不用天天想，哎，哪一天我们这里也变成极乐世界，也是正法久住，也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用这么想，至少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很快，转我们的看法，不看负面。那有负面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呢，那该怎么办呢？戴个老花镜，不要看那么清楚。好不容易这个做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并不是不容易做到，是我们不愿意做。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听经闻法有些习惯了，没关系。那么有一些刚刚开始学佛的同修，听经闻法不大习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好不容易来听一座经，来听法，刚刚坐下来，法师跟大家说，诸位同修，今天我们开始学哪一段经文，他就点头不错不错，睡着了，睡到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嗯，不错不错，行了。有这样的情况，他不习惯，就是他的兴趣没有转过来，这个不能怪人。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一闻到善法，一听到正法，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好像没兴趣。那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以往的习惯，让我们的这一种对正法的信念慢慢失去了，兴趣没有办法调动起来，所以需要培养。同样的，我们看到生活中这些负面的现象，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们也不要想着短时间内能完全扭转过来，
我们看到之后为他祝福，希望这些现象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自己不要为这些事情生烦恼，这样就好。学着在生活中善用其心，读诵啊，读诵就是学习经典当中的教诲，先把这些教诲记下来，然后用到生活中。所以经典如果只是单读一读，这个效果不明显，应该在生活中去落实，这是我们读经的真正用意。当然要落实就需要理解，要理解就需要听闻。对于初学，我们可以选一部经熟读，多读。不理解呢，不理解没关系，开始不要求着集结，这个急着求解啊，安心的去读就行了。读熟了，读熟了之后想要理解，听闻讲解的这一些资料就可以了。慢慢的有少分理解，就在生活中去落实少分，落实少分理解的这个成分就会增加，这样慢慢的经典中的教诲就会落实在生活中，整部无量寿经就变成我们生活的说明书。这是读诵的真正用意。书写，书写是用来利益大众的。过去流通经典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印刷很快。过去流通经典要抄写，那么后来有了印刷术之后，这才刻板印刷。所以书写的真正用意就是流通经典。不过现在呢，我们也看到有些字写的很工整的老居士抄经，这个抄经本让人看到很舒服，起欢喜心，生恭敬心。流通的时候啊，也可以流通这一些工整的抄经本，也有。还有抄经可以让一个人心安定下来。我知道有很多道场都有抄经的活动，尤其是鼓励青少年抄经。抄经的同时可以练字，可以把经中的教诲记下来。如果抄的还不错，这个经抄完了可以送人，流通法宝。这是一个意思。那么在我们现在呢，这个书写我们就理解为大量的流通经典。流通经典现在形式有很多，譬如说我们学一部经多印这一部经典，或者学一段经文印出来广泛流通，这是一种形式。那么印经的时候有一点要特别留心，经本要印得精美庄严，在这个地方不能省钱，因为法宝要让人起恭敬心，要能够保存长久。那么里面的错别字呢，尽量减少，要反复校对，这是在印经的时候要特别留心的。有时候呢，有一些善心人士在这一块呢，可能啊考虑的不够长远，心想啊多省一点钱可以印的数量多一些，结果印出来纸张不怎么理想，还没有翻几页纸张就破碎了啊。那么印的时候油墨啊选的质量不好，稍微一用力这个字啊就模糊了，这样反而对法宝失去了一种应有的恭敬。所以以前老和尚啊特别强调印经一定要精美庄严厚重典雅，让人一拿到这一本经，他就是不学佛，看到之后也会爱不释手，有意无意他都会翻一翻，善根种下去了。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出来的经典真的都非常精美，让人看到生欢喜心，这是印经的时候要特别留心的。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在看到可以用影音制品去弘扬佛法，就是制作光碟广泛传播，还有网络平台都可以用来流通法宝。
总而言之，书写它真正的用意就是流通护持佛法。供养，这是讲儒说修行。这个地方讲到供养这一桩事情，在佛门里面很多同修都很发心广修供养，这也是普贤行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广修供养是培植福德资粮，同时也能增长智慧。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呢，讲到广修供养这一条，特别列出七个例子。供养，我们一般人认为供养还需要学吗？供养就是包个红包送给师父就好了，这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其实供养是要学的。怎么学习呢？普贤菩萨一条一条列出来。头一条就是儒说修行供养。在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中以儒说修行供养最为第一。譬如说我们对佛供养，怎么献这个供养，怎样供养才最殊胜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佛前有种种供养具，香花水果、蜡烛油灯、床幡庄严，这些都是供养具。那么这些供养具，它所代表的是我们修学的一种成就，或者说是我们的一种诚心。一般人这样理解容易懂。更进一步呢，每一种供具它都有特定的表法。譬如佛前供花，花代表什么呢？花代表因，因行代表菩萨庄严万行，就是菩萨修种种行为来庄严果地的福德。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学佛人要想让自己的生活美好，就像我们看到花生欢喜心，佛前有花就很庄严很美好一样，我们要想在生活中让自己环境美好，方方面面都很庄严，那怎么办呢？要去修善因，是这个意思。所以花代表好的因行，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在佛门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说法，供花会感得相好庄严的果报。所以很多女孩子很喜欢买花供佛，听说这样比买化妆品更实惠，这倒是真的。我们遇到一位同修真是这样的，从学了佛之后，道场里面的庄严啊，这一些供具他自己发心，鲜花供养这一块一个人发心全部供养，常常自己买花供佛，旁边人很明显看到才一两年相貌就变得很庄严很好看。结果有朋友遇到了就说，不行，以后你不能再供养了，要换给我们来供养，要不然走出去我们不平衡了。这也算是对佛所说的教法有信心。有人说有这么神奇吗？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买花供佛，每个人看到生欢喜心，自己也就会很欢喜啊，长生欢喜的人相貌自然而然就好看了嘛，相貌就庄严了。所以最好的相是什么？欢喜相。最好的相不是那个明星的脸啊，明星脸好看吗？那就看明星脸好看吗？我觉得不大好看，一个比一个冷冰冰，一般人讲的很酷，面无表情，你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我们多看看佛菩萨的面相，一个一个都很欢喜。假如我们遇到一个人，男生长得很帅，女生长得很漂亮，可是见到我们好像啊，我们欠了他很多钱，眼中流露凶光，面无表情，讲话阴阳怪气，大家会觉得这样好看吗？恐怕我们看到之后下次再也不想见了。就是虽然别人说他是很标准的相，按黄金比例量一下他最标准，那个标准是机器人的标准，怎么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人的标准
应该是活的。所以最好的像就是欢喜像，喜悦像，这个像让每个人看到都欢喜。供花之所以会感得相好庄严的果报，道理就在此地，大家看到就会起欢喜心，于是呢就会得欢喜相。供果，我们看到佛前常常供一些香蕉水果，这些不是给佛吃的，水果最好保持新鲜，常常更换。还有人问可不可以供塑料的，大家说可不可以供塑料的，这个没有绝对标准，如果实在没有新鲜的或者怕麻烦常常更换，那么就供塑料的也没关系，反正佛也不吃，这个不用担心，总是做做样子。但是这个塑料的如果不是很真实的话，让人看上去很难升起这一种稀有性、恭敬性、真实感，所以最好还是供真实的。实在不得已，可以用塑胶花、塑料的水果去代替，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果代表的就是果报，修因正果嘛，所以佛前常常看到的就是花果，花代表因，果就是代表善果，代表佛果。这个果供下来之后，你说可不可以自己吃呢？可以，反正佛不会吃，自己吃就行了。很多人早就打定主意了，先供上去，佛闻一闻，赶紧拿下来。这个香蕉是我的，不可以让别人抢去。如果居士们到道场里面来，买了水果供佛，供了之后自己不要拿，因为你供佛了，这就算三宝的物品了。可是自己又很想吃，很想带回去，怎么办呢？给道场的负责人，给师父打个招呼，师父同意了，这就算是道场布施给大众了。你不要以为反正这个是我买的，我放上去的，应该是我的嘛。这一念之间，主人就已经换了。既然发心供养，就好比我们送礼物给人啊，好比我们请别人吃饭请客啊，菜都上来了，结果别人还没吃，我们又把饭菜给带走了，这算什么话了？我们既然发心供养三宝了，这就算三宝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在民间啊，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做的。初一十五，很多老人家带了这个香蕉水果，还有很多吃的东西往佛前一放，中午上完供，一窝蜂全部都抢走了。哎，他们认为这东西是我的，我只不过带来给佛看看，佛既然已经看过了，我就应该带走了。其实啊，这样的做法不太妥。明了因果的同修知道，这有点犯盗戒了。三宝物没有经过三宝的同意就私自拿走了，这确实不妥。但是顺便说一下这一种现象。那么这是表因果相应，花果代表这个意思。佛前供的油灯、蜡烛，这个表法也很明显。油灯跟蜡烛的意思，都是说菩萨发心，宁愿牺牲自己，照亮众生，代表菩萨慈悲忘我的精神。所以看到油灯，看到蜡烛，就要想到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学菩萨这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蜡烛油灯不是点给佛菩萨啊，晚上说看不到，给佛照照啊，照一照，让佛看得清楚一点啊。这个不是点给佛看的，点给我们看的。所以油要用好的油，最好环保一些。现在有一些环保的油灯，非常好，点出来没有这一种油烟。然后烧香啊，这个是最常见的了。很多道场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前后，这个宝鼎里面、大香炉里面都是成把成把，甚至是成捆的香往里面放，
很多人认为香烧得越粗越高越灵，表示自己越有诚心，所以有很多商家跟道场合作，也就推出一系列的套餐服务。什么套餐服务啊？就是这个香啊有上中下三等，你要定期来这边烧香优惠，这个香卖给你多少钱，然后这个香买的越高打的折越多，听说最贵的香8888一柱，我有看到有2-3米那么高，插在那个大殿前面。其实啊，这并不是很好的做法。我们学佛了，用佛法智慧的角度去观察，这样做并不能够开智慧。在佛门里面讲这个香，并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越高越好。香代表的是什么呢？香代表的是五分法身。我们看到香盘前面有戒定真香四个字，戒定慧，这是三无漏学，我们很熟悉。后面还有解脱，解脱之戒，加在一起称为五分法身，出在盘经里面。染香代表的是开显自信本有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就是开显本有法身，这是一个意思。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意思，心，这个我们这个信心啊，我们的诚意啊，怎么来表达呢？用这一炷香来表达，表这个意思。所以不需要很多，佛前一炷香或者三炷香就足够了。那么现在呢，在有些道场里面还有这样的做法，除夕夜抢着烧头炷香，还要拍卖，谁出的价高谁就排最前面。大家也可以冷静去思维一下，是不是我排的越前面佛就越先看到我，我烧了这个头一炷香今年就特别平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挤破了头也要跑前面去。哎呀，大家现在先不说学佛了，现在学传统文化，学弟子规，连最起码的礼让的风度都失去了，这难道是一个学佛人应该有的做法吗？那有人说这不行啊，这要抢啊，这不抢怎么可以啊，这个抢了才能够抢到佛菩萨的保佑啊，佛菩萨保佑不是这么抢来的，那是要靠我们自己的修持，靠我们的诚心去感应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客观的去理解，香代表五分法身，染香，现在我们明了这个意思之后，以后啊不要烧太高的香，也不要烧太多。不过这个话让卖香的听到有点不高兴了，所以我们这个话呢就是提供参考性的方案。最好烧什么样的香？现在有一种环保的香，很多大的丛林已经在禁止烧高香了，就是大把大把的香，很高的香不准进道场。我们到台湾去参访的时候会看到台湾很多大道场进去你的确不准烧香，每个殿堂都不准烧。那我很想表达诚意啊，很想表达诚意，在那边礼拜就行了，人家店里面烧的有上好的檀香水洗就可以了，你实在过意不去你放点烧香的钱就行了。这样一来呢，既环保又不会让人走进来感觉乌烟瘴气啊，这个气氛很不好，大家可不要感觉这个香烟缭绕吞云吐雾好像很不错嘛，跟西游记一样，大家没有坐在佛那个位置体验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坐那边体验一下，就是下面整把整把的香往那边一放，你坐在那边不要跑试试看。我曾经体验过，有一次在一个道场就是讲开示，时间并不长，下面的香整把整把的，自己有点感动的掉眼泪，
不是感动的掉眼泪，是熏得讲不出话来。我就在想，这佛真的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了，要不然早跑掉了。在这样的地方还不被熏跑，那真是忍辱波罗蜜到家，我们一般人真受不了。我们冷静想一想，这并不是佛菩萨需要，也并不是我们学佛需要的。所以表法我们了解它的用意，恰到好处是最好的，不要过，当然也不能完全舍弃。既然有这些供具嘛，就有它的用意，我们明了之后善巧的利用这一些供养具去引导大众就好。佛前供一杯水，水代表的是什么呢？水代表的是清净心，每天看到这一杯水就要想到甘露法水，洗除内心的尘垢，这些通通是表法。然后有些道场，譬如现在这个很多传统丛林大雄宝殿里面都还悬挂着床幡，这些庄严具，床幡代表的是什么？弘扬佛法，法床高寿代表这个意思。这些通通都是教化众生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里面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供养啊，我们要明了之后就知道福慧双修。普贤菩萨特别举出法供养当中的七条例子，值得我们学习。我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头一条，如说修行，就是经上怎么教的我就怎样去做，这是对佛第一供养，最为殊胜的供养。也就是说，佛并不需要我们献什么东西给他，佛的福报是圆满的。我们且不说净土的佛了，单单说在秽土，在这个五浊恶世示现成佛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王子出身，他需要什么？他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多，一个电话打回去，王宫里面什么没有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王位，放弃了一般人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单单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佩服，了不起啊！我们现在别说国王的位置放不下了，单位里面一个小小的职位都竞争的不得了。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们自己不要说是国王了，就说是个省长吧，市长吧，也别说市长了，一个乡长村长恐怕都不太容易说放就放了，一个班长都没那么容易放下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佛陀伟大在哪里呀？一开始他这一种做法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太了不起了。一般人梦寐以求的国报他放弃了，然后示现过非常简单很朴素的生活，在我们今天来看那也绝对是最高尚的生活。他出家了，每一天饮食非常简单，住的地方也非常简陋，大众对他的供养都是随意的，佛并没有要求弟子们一定要给他什么供养，没有，不像孔老夫子教学啊，还要收个束修，就是还要收学费，束修是干肉，还要收点干肉做学费，佛没有，一切众生随时来请法，随时遇到佛陀，佛无条件的为他说法。有能力的发心供养很好，没有能力有这一份诚意，佛同样为他说法，引导他直至成佛，对一切众生真的是一视同仁平等。那么对佛最好的供养就是佛所说的法我们能够依教奉行，这个供养是最为第一，就是作为圆满觉悟福慧具足的佛陀对众生是无所求的。因此我们现的种种供养不能够想这是给佛的，其实佛不需要，不需要那我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这么做是为我们自己在菩提道上累积资粮，譬如我们修供养种种方式表现，这些是为我们自己在学佛道路上多提供一些保障，就是学佛人常讲修福修慧。那么真正需要我们去报佛恩的就是儒教修行，佛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假如我们要问我们能为佛做点什么才能报佛恩呢，就一件事情，自己听佛的话，佛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然后对别人我们把佛法推广出去，这就是儒说修行供养。这是头一个法供养当中罪恶一出生。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前面一个是总说，接下来呢是举例教我们如说修行，说好说具体做表现在哪里呢，好一一列出来。利益众生，这是对佛的供养，也是对一切众生的供养。利益众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存这样的心，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人，头一个念头升起来不是我能够在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占什么便宜，而是要想我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我能不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甚至有人说了，哦，我会被利用啊，被利用没关系，被利用说明我们值得利用，还有利用价值，这有什么不好呢？华严经上常常这样为我们说，菩萨的精神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么学佛人我们无法做到像菩萨这么彻底，但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觉悟，这样的一种想法。有人说这样做吃亏呀，我老是为别人想，老是为别人做，谁来为我想，谁来为我做呢？这个不用担心，当我们真正发心利益别人的时候，无形之中就会有另外一批人在为我们服务。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那么帮助人呢，人也会常常帮助我们，这在佛法讲叫因果。那在社会上讲呢，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常常这样去做，果报不需要求，自然而然就会回过来。更何况我们真正发心学佛，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去存这样一个心，哎呀，我帮助他了，他们为什么没来帮助我，不要这么想。有时候啊，有些同修会有这样的烦恼，说我们之前帮助过一些人，可是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他们不来帮助，于是就起了烦恼，骂这些人忘恩负义，恨这些人没良心，怀疑因果不起作用。大可不必这么折磨自己，这样折磨自己实在是得不偿失。既然帮助人了，那就要帮助的爽快一些，我只是要帮助他，而没有想的他会不会帮助我。我们要存这样的心，所以这个利益众生就是一种纯粹的菩萨行为。如果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还想的，哎，将来也会有人帮助我，那这就变成一种交易了，我们只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换取别人的帮助，并不是真正发心在利益大众。所以这个利益众生供养是一种纯粹的菩萨心。接下来第三条，摄受众生供养更进一步。摄受众生，这在教我们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引导人学佛。前面利益众生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学佛人不管走到哪里要与人广结善缘，然后我们才有一种摄受力。菩萨有四摄法，就是菩萨跟大众在一起，
他有四种很巧妙的方法，让众生一遇到菩萨就不愿意离开。这个我们要学啊，我们一遇到人，跟人住几天，跟人在一起，可能别人要远远躲开我们，可能下次遇到了扭头就跑掉，有时候会有这样情况，那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菩萨不管跟什么人在一起，让众生长生欢喜，他怎么做呢？他用四种方法。以前老和尚讲经啊，常常这样教我们学习讲经的同学，说你们现在发心学讲经，单单学习经教，在讲台上练习这个演讲的技巧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怎样呢？还要广结善缘，这样呢将来自己走出来为大家介绍佛法讲经，才会有人欢喜听，听不懂他也愿意坐在那里。如果没有这个善缘，就是讲得很好，别人也不愿意听，这倒是真的。有时候真会出现这样情况，法师讲得很好，不是说我是说有些这样的情况，讲得很不错，但是下面没有人听。反过来呢，有另外一种情况，讲得确实不怎么样，下面总是做人做得满满的，哪怕打瞌睡别人也不愿意走，一般人讲捧场。这个就是法缘不一样，这些缘都是结来的。所以菩萨未成佛果，先结人缘，与众生广结善缘，摄受众生。头一个菩萨用的方法就是布施。布施我们换个说法，就是遇到人我们呢，就是送点小小的结缘品、纪念品、小小的礼物。有人说了，我没那么多钱啊，遇到每个人都送，哪有那么多钱呢？实在没有呢，送一个笑脸，这样就可以。这个是免费的纪念品。而人对呀，两种表情记忆最深刻，我们自己也可以留心一下，我们对什么样的表情记忆最深呢？一个是笑脸，很开心的笑脸，另外一个呢是发脾气的表情。就是我们要想让别人记住我们，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见到对方笑口常开，结善缘，让人看到生欢喜心。第二个呢，遇到他把他骂一顿，这个就表现出像这一种凶神恶煞的样子，好了，这个人一辈子记住我们。但是我们要与人广结善缘，所以要用欢喜的表情与人接触，布施欢喜，这也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做的。如果自己啊还有这么一点点能力，到处与人广结善缘，确确实实是摄受众生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净土历代祖师中也看到，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弘法利生还真的就是这样做的。净土中第五代祖师少康大师，这也是阿弥陀佛化身的一位大德。这位大德非常了不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口中有一尊化佛。凡是见到口中化佛的众生都会往生。那么大师呢，他是浙江人，浙江缙云人，所以浙江人有福报，净土中好多祖师出在浙江。后来到新定乌龙山一带教化众生，他跟这个地方众生有缘，来劝这里的众生念佛。可是那个时候江南并没有念佛法，所以刚来劝大家念佛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不听。大师就想了个办法，怎么办呢？换了很多零钱，把街上玩耍的小朋友叫来，来来来，师父给你1块钱，干什么呢？你给我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小朋友一看这么好啊，有零钱就可以买零食吃了，于是每个人拼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句就1块铜板。于是大师走到哪里，后面就跟一大群小孩子，成了孩子王，真的名副其实的。这个小朋友跟在后面，
那个念佛的声音比我们放的音响可能还要响，走到哪里佛声不绝于耳，不到一年时间，这一带到处都能听到念佛声。大家不知道念佛好，但是知道念佛能赚钱，所以拼命念。我想啊，这个我们这位少康祖师肯定有不少钱，要不然他怎么发得过来呢？这个也是一种福报。一年过后，念佛的人多了，男女老少都知道念佛，于是啊，又来找少康大师要钱。大师就说了，钱没那么多了，你们这么多人念就发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呢？每个人念十句佛才给一块钱。这个好比我们经济危机来了，这个工资要打折扣了，但是还是很容易啊，大家还是念。大师就用这样的方法引导，不出三年，在新定这一带念佛的风气形成了。大师就把大家召集得来，很多人已经在这个里面得到念佛的好处了，不仅仅钱赚到了，而且念佛的利益确实感受到了。大师就说了，当时是因为你们不愿意念佛，不知道念佛的好处，所以用这个方法吸引你们。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念佛了，知道念佛的好处了，那么就不用问我要钱了，我们可以共修，在念佛结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专修念佛法门。大师就是用这样的善巧度了上千众生，各个往生。所以我们这小道场也可以模仿一下，如果我们明天宣布来这边听经一天100块，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山上可能坐不下了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只是说一下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吸取一些祖师这一种做法的精神。我们佛法的推广确确实实先要跟众生结善缘，让人生欢喜心，欢喜走进来，走进来之后他就有机会听法，听个三句两句，那么善根深厚的众生他就真的入门了。纵然完全没有接受没关系，善根种下去也是好事情嘛。所以这是菩萨摄受众生啊，用头一个布施跟众生广结善缘。我以前走到哪里啊，身上总喜欢带一大包的念珠，很早的时候走到哪里到处送，最后送到没念珠，别人就抢，师傅你脖子上的念珠给我吧，最后弄得没办法就不再送了，以后就改送卡片，那个佛卡，那是几年前了，那个佛卡还很少，到处送，走到哪里都送。现在呢，感觉长时间在外面带这么多东西也挺累的，所以就改送笑脸，遇到每个人就傻笑一下。这个也算是结善缘。有些同学见到了觉得奇怪，哎，师父好像认识我，其实跟大家说老实话，我不大认识，每个人都不大认识，但是有些见过面，名字叫不上来，那不认识也这么高兴吗？高兴，初次见面当然要特别高兴，那么再次见面呢，要更加高兴，希望这个善缘永远结下去。这是我们学习菩萨，虽然不能够像菩萨做的那么彻底，但是多少学了之后在生活中试着去摄受众生，就从与众生广结善缘开始。第二条就是爱与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是菩萨施舍法。前面两个特别实用。爱语是什么呢？爱语不是我们一般人讲讲甜言蜜语啊，让人听到之后飘飘欲仙嘛。这个爱语是真正体贴关心人的话，不需要很多，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话，让人感觉到是真正在关心他，这个缘就接下去很深。不是一种空洞的赞叹和夸奖，而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发自内心的尊重，
这个也需要我们去培养。每个人都需要尊重，就像我们，我们不管跟什么人在一起，我们总感觉到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心里很舒服，我们需要别人尊重。那么同时别人也需要我们尊重。尊重表现在哪里？其实尊重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言语上，讲话。假如我们遇到一个人跟我们讲话，那个言语很轻浮，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我们就感觉到，哎呀，他跟我们讲话好像不够尊重。同样的，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对别人，别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爱语就是菩萨尊重、关心、爱护对方的言语。有些同学可能看过《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也叫《弥勒菩萨所问经》。这一部经一开端，弥勒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样子，他是怎样摄受众生的。这个经一开端有这样一段因缘，有60位修行人，而且是出家的修行人。那么他们呢，这一个小团体堕落了，就是每个人业障习气都很重，自己也没有信心。弥勒菩萨观察到之后，觉得他们善根还很深厚，就要去引导他们。那假如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见了面该怎么说呢？我们该用什么心态呢？就是遇到一群调皮捣蛋的啊，这样的学佛人、修行人，不论在家出家，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义正辞严的这样一种态度啊，表现出我们好像掌握真理，我们说的都是对的，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其实这样做效果未必理想。我们看到弥勒菩萨呢，他是这样去做的，来到这个小团体，跟这60位菩萨打招呼啊，你们好啊，说我非常羡慕你们，你们怎么学得这么好，怎么这么精进呢？发自内心的赞叹他们的佛性，赞叹他们的善根。人再坏，善根不失；人再迷惑颠倒，佛性不失。菩萨就是掌握到这一点，始终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这60位菩萨一听呢，非常惭愧啊，说菩萨，我们都这个样子吧，你还这样说我们，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菩萨说，哎，别这样讲，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我呢还要向你们学习一下，有些地方你们还值得我学习。这样越说，这些菩萨们越感觉到惭愧，于是就说了，哎，说老实话吧，我们最近如何如何，我们堕落了，我们有很多业障。然后就把心里话跟弥勒菩萨一五一十说出来，请弥勒菩萨教他们。弥勒菩萨听到之后呢，没有表现出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说我可以教你们，没有。弥勒菩萨这样说，我呢跟你们差不了多少。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菩萨的同事社。例行后面的同事，同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接引人，我们要表现的跟对方差不多，对方才感觉到跟我们距离很近。如果距离拉太远了，他就说你走吧，反正我跟不上了，就没有办法去带他。所以菩萨跟什么人在一起，他总是表现一个差不多的身份，让这一群人觉得，哎，菩萨跟我们差不多，比我们稍好一点，他这个样子我们是可以学的，于是对自己就升起信心，不再懈怠。所以这一群菩萨就说，哎，弥勒菩萨好像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学，做同学关系。于是弥勒菩萨就说了，你们果然有心要学，那这样吧，我带着你们，咱们一起去请教世尊，针对你们这个情况呢，请佛来开导一下，或许你们会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呢说的不够圆满，不够全面。这样一说，这一群菩萨没有感觉到自己被轻视，没有感觉到自己堕落的不可救药，再一次升起信心，随从弥勒菩萨来到世尊面前。经过世尊的一番善巧引导，
这六十位菩萨再一次升起觉悟之心。你看，菩萨的善巧，佛陀的慈悲，在经上真的都是活活泼泼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佛菩萨并不是一种机械化的，像我们认为的条条框框这样一种法律形式的教诲，它是一种非常活泼的，生活中非常实用，用现代话讲非常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不知不觉把大家引导到觉悟的彼岸。所以菩萨示设法非常值得我们学，非常实用。碍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就是遇到人我们留心观察，观察了之后说真正关心体贴爱护对方的话。当然口头上尽量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我们现在讲的文明用语，讲话不要太随意，多用几个请，多说几个您好，临走时候多说几声谢谢，这个不会花钱的，也不会耽误什么时间。有人说了，都这么亲切了，天天在一起还用这么客气干嘛？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往往就是在这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融洽。有时候啊，我们忽略了这些地方，往往就是几句不客气的话，不要太多，只要有一次我们说的不客气，别人当真了，恶缘就结下去。这就是一般人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有时候言语上的尊重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菩萨爱语，更进一步，这个爱语就是在前面结善缘的基础上引导众生走向觉悟的彼岸，用正法的教诲，是善巧的引导也好，严厉的呵斥也罢，只要有了前面的基础，对方只要能接受，我们都可以这样去引导。爱语当中前面说的是一类属于结缘性的，那么后面所讲的呢，可能就是属于教诲性的，就是有时候该呵斥的要呵斥，呵斥呢是属于爱语，但是要观察对方能否接受，这有个前提，如果不能接受呢，那就不要结恶缘。你这样说了他会记恨，他以为你在这个呵斥他，好像是在瞧不起他。如果是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留心到这个话就不要讲，不要结恶缘，这是要特别留心的。力行就是做一些对众生真正有利益的事情，让对方感觉到他跟我们在一起能得到好处。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不管跟什么人在一起，要让别人觉得在我们这里能占到便宜，不会吃亏。这个话说得很直白了。那有人说了，那我们岂不是吃亏了吗？谁让我们发心学佛做菩萨呢？菩萨就是一个学吃亏的人。吃亏不是坏事情，吃亏是福啊，亏多吃一点。你看菩萨为什么那么有福报，就是吃亏吃来的。我们天天老占便宜，结果越占便宜我们越瘦啊，这个瘦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法身越来越苗条，不是这个肉身啊，是我们的法身啊。越占便宜就贪心越增长，贪心越增长佛性慢慢就给埋没了。所以我们发心学佛学菩萨，就要向菩萨看齐，跟什么人在一起不要想占便宜，那要怎样把便宜让给别人。有人说了，那个人很过分，天天到我这里占便宜。不要这么想，应该很欢喜，他天天到这里占便宜说明我们这里真的有便宜可以占，这个不需要生烦恼啊，借这个机会给他种些善根。有时候我们看到高僧传里面这一些历代祖师，他们从小
都是随着父母到寺院里面去拜佛。拜着拜着呢，他不愿意回家了。我曾经留意过这个现象，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到寺院里面，师父就对他特别好，比爸爸妈妈对他还要好，然后吃不完的好吃的。这个小孩一回家呢，就感觉哎没有寺院好，于是下次就争着闹着一定要去寺院。去久了呢，他就不再回家了。那有人说了，之前给的这些东西都是寺院的，不用管，那是投资，把这些东西都给他，将来他用一辈子来还。这就是用一种布施利行来摄受众生，菩萨就是这样做，就是把好处让给别人，自己不用担心会失掉好处。最后同事就是刚才说的，我们不管跟什么人在一起，纵然自己确确实实有很多方面超过一般人，也不要表现得太过分，尤其是不要自我过度表现，那么让别人感觉我们跟他差距不会太大。这就是一种同事关系，在学习的时候呢，对方就没有压抑感，甚至于菩萨要度特别的众生，还会示现跟他一样的情况，就像济公活佛，他要度那些喜欢吃肉的，他就大口大口的肉吃，吃了之后再吐出来，吐出来就变成活的，跟那个吃肉的人比，说你要像我这样能吃，那么你就吃吧。那人一看真的做不到，从此以后就不再吃肉了。喝酒也是一样，他是整葫芦整葫芦的往下倒，倒一天也不会饱。那个喜欢喝酒的人一看吓倒了，我真的喝不过他。就是用种种不同的方法摄受一类特别根性的众生。当然这一种特殊方式我们学不来，譬如说有人喜欢赌博，我们也陪他去赌，那我们一赌就把自己输进去了。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一种平等的心态与人相处，这是菩萨摄受众生所用的善巧，是什么？以此来接引我们身边的有缘人，就是学佛人走到哪里呀，要让人感觉到学佛人气质很高雅，风度翩翩，给人留下很美好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一种摄受力啊。纵然他不学佛，以后提到学佛他也会挑大拇指称赞学佛人确实了不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样子，菩萨摄受众生，上是对佛最好的供养，下是对众生最好的摄受。这是第三条，接下来第四条，待众生苦供养。待众生苦，很多人会说，众生苦可以待吗？我现在很苦，菩萨为什么不来待我受呢？如果真的能待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现在真的很痛苦啊，我缺钱花，赶紧来代替我吧。如果菩萨不来代替，那还叫什么大慈大悲呢？其实众生苦不能带，不能带，为什么菩萨还发这样的愿？这是一种心态，就好比父母看到儿女，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想，哎呀孩子这样太苦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代替他。有些孝顺的儿女看到父母亲生病也会这么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代替父母，不要让父母亲受病苦的折磨。事实上不能代替，但是这一种心却是值得赞叹值得弘扬的。菩萨代众生苦，虽然不能直接去代替，有一种方便，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他本来可以做国王，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的苦难众生，他国王不做了，他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过一种清苦的生活，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委屈了他，他受苦了，他这一种苦就是代众生受的，就是说他用一种间接的方法引导众生去觉悟。那我们现在怎么学呢？
譬如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假如生活过得还不错，在家学佛呢，赚钱还赚得很多，自己原本可以用这些钱好好去享受，但是现在呢，看到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有很多善事需要我们去做，佛法需要我们护持，那怎么办呢？我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不要过分享受，剩下的拿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护持佛法，供养三宝，利益大众，救济贫苦，我们自己的生活好像就清苦了一些，这个苦就叫代众生苦，大家都可以这么学。本来我可以这个月花上10000块，啊，首饰可以买得漂亮一些，想一想，打个折扣，5000块也过得去，留下一半就用来利益众生，这就叫代众生苦供养。所以单单供养这一条啊，就够我们在生活中好好学一阵子了。供养我们总的来说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有一种为人服务的这样的发心，纵然不能够做到非常圆满，但是我愿意这样做，我会尽心尽力的，尽可能的利用一切机缘这样去做，这就是我们学佛学习广修供养。后面还有3条，就是单单供养这一条我们还可以再多说一说，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说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